都是俺家里那些的，不爱吃不爱吃。妈，他外公呼到了，呼的那个五香味儿的吗？你问他吃多少？妈，我学不好，你都是那狗熊给我吃的东西。他外公呼了了，放在阳台上面去晒的。不好拔呀，这是拔不动。不好拔也得拔。叫谁？我谁叫叫了？你再拔。别叫谁叫谁，门搞的哪哈都是谁。都在用锄头挖，都这一坨嘛，那边都好拔。还没吃上饭，胡鹏还没吃上饭。不可能，不像帅哥，我都在纸砖这下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纸砖在哪还？看我纸砖，看到没？我那铁皮瓦都生锈了，那树林子里，我纸砖都在那树林子里。谁个能干了我的纸？我还有狗。哎，妈哼，总是干的事儿。哎。在这哈，宝贝，你干活儿呀，你起轮儿嘞。哎呀，耶，你这对哪去？对的我啊，好看我的屁股。秀才快回家，人家给你举赶跑了，那应该不对。你这对着我，你也不学一声。手上刚不是拿回来吗？回家再找找，看一下秀才勤快呗，来给他搬石头。要抽谁来啊？这些没抽谁呀，跟这儿好弄啊！你们搞谁啥啥的，我都不想跟这里头等了。看这人家死鬼都不听话的，你们给这花人地里面抽谁的？你们学抽谁了好拔去，还是不抽谁好拔去？你们看看这秀才办好事了嘞。手上好像有我的一只，美蝶，这是我光在拿的。哦，你回家就把我手机拿来拍视频去。好。叫狗狗来干活儿。闪呀闪！来起螺粉。不起螺粉嘛，找人事儿。我都不信，现在随便给他教教都好拔些。那不好拔，叫人吃、啊、一会儿这吃上饭再来拔它。那我光拔那边的，搞水全是稀泥巴，都是的吗？搞把水全稀泥巴啊！现在浇水作用不大，泥巴洗在花人上也不好拔，都是的吗？还不如这干掉脚泥，拔掉了，然后用那个锄头给随便挖挖上了，都这一块板些。那边都强些，哎呀，俺光到这边来拔山了。俺刚说这边好东西，吃完上饭了，等那个谁下去了，俺们再拔那哈儿的。你先把那边草就是先拔那搞绿色，见人家了。这草管它弄啥子？这天今天又不行了，让它在这里头。你放屁！我过两天点黑莓草的，我让它，你拔掉了我还喂鱼。忘了你说些哈，干活。今年有多少东西啊？要点哪些是黑莓草啊？上面那地也要点，这也要点。点了了哪些是你弄的完蛋？草拔它忘了也别这儿去，那脸上灰那磨皮的。
张阳山，你来把这些树干搬搬。把狗熊他惹下我，把这草也拔吧。哎呦呦，上哪儿去了？莫给他逗了，让他滚逗，让他光逗。也可以啊，是累死他个狗熊的，他老凶我。看这一窝嘞，这现在的还有吗？掏到石头，你就承认吧。你。拿个袋子，我你要你是人干活，你可叫个。哇塞，看这个石头。肯定是刚小孩来拔的时候把这个根儿拔起来。哎呦，你看这有多厚了，这个。看这最大的了，这最大的花生一般都是两粒。你都给他接，我还来骑。慢起花生是啥意思？你看起花生是啥意思？是拔花生的意思是吗？嗯，我这个事情我都用狗逗你。这可以把那个很大一颗，有
谁来帮我骑个二驴？啥文化？再来和老雅公。上点关注，下点赞。杨仙娜请你们吃老鸭汤，秀仔请你们吃杀猪饭。老李子，你喊的真起劲，老李子，媳妇儿长。